太困了，真是乱套，我睡觉大难临头，不知道这哪啥呀，帮你想呀，太困了，昨天晚上就坐公司那点破玩意儿坐到晚上12点，能不困吗？你坐到几点？后半夜2点。太困了，你这玩意儿你就不合理，你是对我们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压谢谢啊。哎，好了，你听话不听音儿是吧？那你让我回家，我就回家了呗。走。太烦人，你一点不讲武德的。逗你玩呢，你看，我睡一会儿了。